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没了 98K 却变成废柴的天成哥哥吗？悠悠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拿你当闺蜜，你却一次次的陷害我。闺蜜，你要是真拿我当闺蜜，就应该早点滚。欺负我可以，欺负他不行。你说吧，怎样你才能不再纠缠我们？简单呀，我这三个哥哥可都是战神，敢和他们比一比吗？下次我们再遇到，你能用你那无能的步枪打得过我们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再不相见。悠悠，你这就太过分了吧，这小子刚刚那枪法菜得让人流泪啊，你还指望这个废柴能打赢我们？所以说呀，既然让我提要求，就提他这辈子都做不到的嘛。悠悠，你真是够了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答应你。小子，别这么自信嘛，到时候碰见了可别吓得尿裤子了。哥哥，你好坏呀！我张天成答应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傻丫头，我们走。嗯，走吧，天成。那就祝你好运了，顺便送你们去坐下一趟飞机，不谢。